阿能，我很肯定欺负你这个肥脸的。这不是那种按的会讲话的娃娃，不用每个都这样子测试，好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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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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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！弄破一个洞在班长的嘴巴，真的很舒服，真的好丑，品质丑。和图片相符，真的丑。没有必要了，够肥。为什么要拿一只鲨鱼恐吓我？熊哥哥，谢谢你让我一觉好眠。鸟人是最想当的。OK， 正面回应，赞赞。效能超乎预料，品质无可挑剔。不符合，比照片看起来更好用，不过已经黄掉了。想着熊哥哥可以无时无刻都陪在我身边，就有点痒痒的，心痒痒的。OK， 假烂。效能好丑，无敌的吧？确实，正品可以换成屁眼蜜吗？我家人一直嫌很丑，请你道歉。7-Eleven 物流把贴纸贴住了，可以送他进熊熊监狱吗？吃我一 Q。好了啦，激烈换血是怎么样？没必要啦，感觉真的好难打他哦，好烦哦，角色好鸡巴哦，飞来飞去的。打他不要送的话，其实都还行。我们等打团，不一定比他差。哎，要杀是不是？那我推哦。问安，为什么 YT 那个同练的抱枕比较贵？他的是原味还是加量版的吗？好不咬闹！但是哥哥，你开视讯前都会整理的帅帅的，多赚一波，每次让我都忍不住。没关系啦，现在有抱枕也不一定要视讯的啦，随时随地想来一发就来一发。谁敢弄你，跟我讲，我来。谁敢弄你？问扛问扛问扛，你慢慢射，你慢慢射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师傅，师傅有没有动啊？反方向的动，靠腰哦。OK， 带走，不小心走到洞的屁眼啦，那个不是门口啊，那是他的屁眼呐。反方向的洞，哎。谁？这是谁？哈？还在上面给我招预示者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干什么小哦？哎哎哎，师傅！哎，怎么还有我的大？哎呦，好险！完蛋啦！不要啊！啊，不要！巴德，交给我来处理。咚！天崩地裂！咚！救世主降临！你敢给我来！还给我滑上来！妈，老子就在等你，还给我滑上来！这又是谁啦？你们以为你们打得赢我？超可悲！超级可悲，真的以为自己打得死我哎！大局都撞完了，还想杀我？又是谁啦？不是，为什么这些人永远杀不完呐？是在靠背哦？不是，干是怎样啊？我在，我在。他妈的，敢惹我兄弟？你惹我兄弟哦？妈的机器人，滚去喝机油吧！
哥哥，你上路除了可布石头人，不是可还有可布低能电气鼠吗？啥时要玩？没有买啦，账号没有买那一只啊。啊，他要杀人。起来。机器人，你好，机器人，你好，你好，机器人，你好，还敢走出来亲眼，金鳌呢？出事啦，阿贝！哎呦，干，还差点没换掉哎！他们都没视野，干，他们没视野，来乱的。龙龙龙龙龙！调皮，一个一个接着调皮学我们，有料。看他反应好快哦。再快有什么用？正常。送头仔。电死有喽，巴龙有喽，抓抓他，先抓吧，能抓就抓吧，少一只是一只啊。好，是是是。雅宁还去比地哦，好像结束了，我 TP 过去就结束了，没事，你处理他，我点。OK， 好快，马上三刀就没了。那我们前面怎么会这么难打啊？好奇怪啊！三刀一个人呢、欸。哥哥各种状真是成长伤害第二高。有哥哥的视讯画面就更好了。有啊，右下角啊。